做大门了哈，一个特大号的门啊，这一扇门做好了，还差一扇，等一下把它挂上去看看效果如何。嗯，可以，很漂亮，这个缝隙也刚好。留缝隙干嘛？不留啊，我感觉留一下缝隙好看一点吧。好丑。不会丑，你刷一层漆很漂亮的。不要犹豫了，我不喜欢这扇门。你再犹豫的话，今天一天都干不了这个两扇门。我们这哪是门呢？这死人发死人的板一样。刷了漆就好了，真的。去装上去看一下效果。喂，这么大的门。才多高啊？才这么高、啊？看不到的。怎么样？啊，到时候刷点漆，啊，贴两个门神。我是左门神，你是右门神。嗯、我拿着锄头，你拿着耙啊。以后把咱们俩的照片啊贴在上面，辟邪。先吃饭哈，土豆妹送饭来了，我去拿一下。肚子好了没？好了。又没读书今天啊？对，我俩好朋友就放假了。啊，今天肚子不舒服哈，休息一天。赶紧，饿晕了吧都？还好还好。又十二点半一点了。嗯，感谢。来，快点杀儿子的。好。杀儿子。回去吧，下雨了，回去。啊。嗯。拜拜。嗯。走。啥菜啊？不知道。快餐。今天土豆妹又带好吃的来了啊。快餐，一看就是快餐。我吃的就是快餐。吃，先吃，饿死了。吃饭吧，皮皮。哎，皮皮，我说开饭了，他就出来了。嗯，还挺有灵性的哈。啊，嗯，皮皮是一条好狗，真的。绝对的。我们在干活的时候啊，他一般都在旁边安安静静的睡觉。嗯。不吵不闹不追击，要的就是这种好狗。嗯。和你主人一样哈。嗯，乖乖的，吃吧，皮皮，你妈给你带饭来了。啊，皮皮你先吃哈，你妈给你带了剩菜剩饭来了，面条、西红柿蛋汤，可以啊，没辣椒，快吃吧。今天门做好了，把水一接，就可以在这边做饭了。嗯，来这里的，就不用花钱。你不能吃辣椒，打快餐。对，你就吃那个上海青，快餐好吃一点。嗯，小心这个鸡飞上来哈。嗯。老表底子差，又咳嗽。我办了，咳了半个月了。这个肉就是我吃，你就吃青菜。来，多多少少也要吃一点。这个菜才有味道。这个在养生。今天在这给鸡抢饭吃。要减肥，多吃点这个。就是，我都瘦了。瘦得好啊。自从跟你在一起，天天干活，天天干活，瘦得好，知道吧？瘦是一斤。你以前都没有脖子的，现在有脖子了。有脖子了。嗯，慢点。贝贝，吃青菜不？不会吃。啊？连青菜都不吃？不吃。不吃。这个狗，开销太大了。你吃肉的。啊，好。啊，吃好饭了哈，把这扇门弄一下啊，因为我们业余的哈，不是专业的哈，先把门框递上去，立着一下啊，让别人封起来，不然的话别啊，怕做大小不一样，关不上门。你看这样，刚刚干好了，我就感觉很完美啊。嗯，封一下就 OK 了啊。啊、嗯，马上完。这样肯定不牢哈、啊，然后把板全部递上去，啊，相当牢固啊，那就很牢了。这扇门有点瑕疵啊，老表。没关系。这怎么往外开去了？也不能追求的太完美，因为咱们俩确实业余的。在这上垫个东西就可以了。找了几块废板来了哈，没有合适的长度，来下面只能接了哈。嗯，这样我感觉也很完美呀、啊。嗯。主要就是防风机哈。还几百个。想做的很好看，
那肯定要发点代价，发点成本的哈。我们的目的就是节约成本，啊，而且又实用。主要就是纺织，没别的。嗯。纺小头也纺不了。嗯，对。你看，我的门都是自动的，自动关的。总体来讲还是可以的哈。明天给他5/6啊。不然跟补丁一样，太难看了。几种颜色，油烟漆就好了。油烟漆。好了，忙忙碌碌又是一天，明天接着干。明天可以接水，后天可以做饭。烤鸡。猪头。猪头，买个猪头来，说他说要进行山神。他最近现在比较信这个邪。可以啊。